当然是拍他们尸体嘛。你不好吗？你还要拍他们尸体？拍了放 Facebook， 我们做个纪念。人家在大门这边呢。哎，不要乱哦，这实在是有问题哦，一直不能进哦。为你找到一个方式分出了胜负，输赢的代价是彼此粉身碎骨。外表健康的你心里伤痕无数。不能死，我有必要死了，不要打我。顽强的我是这场战役的俘虏。不要乱按啊，乱按了，乱按不进啊，真的啊。就这样为你征服，切断了所有退路。走了，我鬼门派，我的心情是坚固，我的决定是糊涂。你们能飞没有没？就这样被你征服。OK， 听着，第五、第六、第七，全部去峨眉，他们讲，然后他们讲想飞不到，真的飞不到，然后标记点。啊，五六七，好，不能飞啊，五六七再成功去峨眉，骑马去，马都上不到啊。中，不用去了，我们这边没戏叫算了，我们就没戏。终于我明白，两人要的是一个结束。所有的辩解都让对方以为。气足，放一把火烧掉你送我的礼物。Oh no！ 却浇不熄我胸口灼热的愤怒。哎，可以飞了，飞了。